这可能是你离摸金校尉最近的一次。一个真正的土味盲盒，河南博物院把散落民间的宝藏封在了这里。一把洛阳铲模拟真实的盗墓，不是考古体验。开之前先念一遍口诀：寻龙分金看禅山，一重禅是一重关。开盲盒给我的感觉就是20年前吃小浣熊干脆面及水浒英雄卡的小朋友们长大了。这个盲盒分3个级别，越贵开出高级宝物的概率越高，足够幸运就会出土24K 金简。但它最大胆的一个设计啊，就是里面可能什么都没有，你收到的只是来自风水宝地的一捧黄土。希望你也能在开盲盒的时候体会到考古工作者那种发现历史的惊喜感哦。哇，出土的是半个大将军虎符，如果挖出反方向和它凑成一对，在古代可就能调动千军万马了，还可以找河南博物院兑换隐藏奖品哦。今天咱们再开一个更贵的考古盲盒，看看能出土什么宝贝，看一看咱们这次能不能挖出来最值钱的24K 金简。这种感觉就像是小时候吃干脆面为了集水浒英雄卡，充满着惊喜和未知。哇，有东西耶，应该还是一个青铜器，看来金简啊是没戏喽。但是咱们上期啊挖出半个青铜虎符，如果这次能找到另一半也不错哦。哎呦，这一铲子有点猛，我现在已经猜到了，它应该是一个兽首印章。见证历史的时刻要到了，是一只小狗狗，圆明园狗首至今下落不明，它的出现应该也代表着考古人的美好期许吧。大家能看出来印章上面是什么字吗？